问你哦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怎么了？你又在找哥陈一个？你管我，快说。不是啊，我要说什么？就是说那种你平常很想说，但只有没有人的时候你才敢大声说出来的那种话。我怎么这么帅啊？不是这种啊，是那种如果你去教堂要跟神父告诫才有说出来的。那我也不会跟你说啊，你又不是神父。管我，我就想听嘛。没想的，没说的，都轻手去吧。你扮演的角色更可悲吗？放弃的就大可不必再争辩是非，放下的就请你少的干脆。你的一字一句犹如刀把划心上，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，任你肆意妄动，从没去想你是有多嚣张。我的心脏脉搏为你跳动，为你狂，你说我真的多余，不如离开流浪，都怪我没治愈我的伤。真的不。